新赛季手册更新，没想到这期手册竟然有这么多改模枪皮。今天我一上游戏，当时我都蒙圈了，我从战神直接给我干到了钻石五，这到底是咋的了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赛季更新了，不光是赛季更新了，就连赛季手册都更新了。接下来呢，我就给你们看一下本期手册到底值不值。好的，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人物突触，这人物做的怎么水当尿裤啊？让我最不可思议的是，这里怎么还挂俩蛋？滑铲的时候不怕硌屁股吗？第二个就是紫色品质的狙击枪皮 Koska， 这个枪皮该说不说，改模改的倒挺好啊，但是这枪口怎么这么像昨天晚上我扒的那个螃蟹爪？十级的时候还是有一把改模的枪皮 FFAR1， 我本想着挑点刺儿，但是这个枪皮做的真没有啥刺儿可挑，唯独就是这块的贴纸能不能给它正过来呀？这倒立瞅着我都迷糊。十一级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紫色的人物吉纳索，这外观多多少少还是带点水当啊，但是不尿裤。让我不明白的是，为啥后面还挂个蛋？二十级的时候有一把紫色品质的武器 M4， 这把枪也是改模了，但是枪托的位置查理一把剑，这是要一枪两用吗？二十九级还有一个紫色的人物，说实话这个人物不水当也不尿裤，但是给我吓够呛啊，他看上去好像是个学霸，钢笔水都干一脸。三十九级是一把紫色品质的喷子 29-0， 这把枪也是改模了，简简单单不花里胡哨，我就喜欢这种。四十九级还有一个紫色品质的人物弗朗西斯，这策划设计的那是纯纯的水当尿裤，加上那愁眉苦脸好像玩不起的样子。最后呢就是这把新枪 USS9， 这把枪设计的该说不说真是挺有质感的，两个翅膀羽毛趴在枪口的位置，再加点特效都能当传说了。不管你们了，我是先整开了，没有条件的和我切磋技术来拿。